我的名字是福明文 Robin， 来自文莱，可以说是个建筑师。因为是工作完成之后呢，就留下来就想去旅游一下。然后正好都遇到差不多03年头就遇到非典了，遇到非典的时候就躲开人群，就跑到胡同里，然后就在胡同里面就租了个院子，然后再发现到这个庙。 当时发现的庙的时候是一个很破的一个工厂，当时应该还有200多人在这住，然后也是个大杂院，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工厂已经可能开始停止了，已经开始不停用，可是变大库房，特别破，就是几乎进不来。这个墙全是盖满的，这个几个字"万古长春"都盖满房，我用了2年的时间，来清理这地方。 拉走了几百车的这个垃圾，然后同时也发现了很多东西，壁画、那些石碑啊，在修的时候就挖出来的，任何东西我们在挖出来的、发现的，我们留着，原则是就不动，嗯，还好的东西就别动它，哪怕它破，是它不会倒，你留着它，它就是一个原来的一个真正的标本。 破坏它就没有意义了，就要像一个沧桑的老人一样，他就身体脏了一点，给他清干净，他的皱纹我去不了，就这么简单。 比如那个古的维修啊，比如墙面呢倒下来那些或者木那些，你肯定用回木的结构，木配回木，灰配回灰。有的地方我们用了玻璃跟钢，玻璃跟钢呢属于是后现代的一些材料，那这些东西就不会融进去那个原来的材料里面。原则是这些东西万一我们要恢复它，把它拆走的时候呢？ 就不破坏原来的结构。咖啡厅这一部分呢是完全新盖的了，那地以前是个澡堂，哦，我是说破坏之后后来变成一个澡堂，澡堂那个房可能全都塌下来了，那只能重新盖。那个咖啡厅完全是新的做法，所以我们就心里想，那个这个古的做法我们做不了了。现在说白，现在所有的古建大部分都是后做法了。 所以我们那个也干脆创新一下，就是，就原则就是仿它，可是材料做法完全不一样。那个比如我们用钢的结构，用木来把它包上，整体感觉就还是保留这个古建的一些规矩。做法有很多做法，我是说无论什么做法都没有错也没有对，只要让人感觉你进来这个。 那个修好的房还是正在修的房，你感觉你在尊敬它，尊重它，而且它的故事都会一切都把它尽量的留下来，因为我觉得它珍贵的就是它的故事，它的过程。 本身不是北京人，可是我爱北京，爱上北京，爱上这里的生活。我这的朋友很多，我觉得在北京呢，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这胡同里，多安静。不要以利益的问题去看这个东西，他应该把文化放在前面，历史文化放在前面，把利益放在后面。